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日前范冰冰在香港与成龙合拍好莱坞制作的新片《绝地逃亡》，一身粉裙的她在拍摄从三楼露台向下逃亡的戏，吊着威亚亲自上阵，丝毫不含糊。可范爷这出手阔绰也是毫不含糊，前几天休假抽空到中环血拼，光在一家钟表店便砸下近400万元的台币，约人民币80万，犹如快打旋风，刷卡不断。最后战利品塞满整个后车厢，果然已跻身好莱坞明星等级，花钱豪迈绝不手软。凤凰视频为您报道。